7.1%. 物价上涨和通膨膨胀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因为价格问题啊是关系全局的问题，必须做好相关工作。至于说今年4.8%左右的价格预期调控目标，能不能实现？怎么看？ 我想说3句话，就是有决心、有条件、有措施。